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学习完师父上人呢，跟李炳南老师学习的十年因缘呢，尤其在幕后提到希望我们能够发心呢，做小学老师，这个也是寄望啊。我们能有更优秀的下一代出现，青出于蓝胜于蓝，而祖师们也说到啊，总在遇缘不同啊，万法是缘生啊，缘是他所遇到的因缘条件，缘越好啊，他的善根他的能力呀，被引发被彰显的越多了所以为什么习孟母择邻处因为在那个年龄外在的环境对小孩影响非常大因为小孩小的时候这个是非善恶的分辨呢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好的没污染的环境呢对他是格外重要了所以师长常常在讲习当中提到我们这个民族身为长辈的都有一个态度在小孩面前呢不要给他不好的影响这个就是一个长者的慈爱了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还在孩子学生面前控制不住情绪当场这样骂打那就是我们当下的心念被情绪脾气控制住了自己的理智做不了主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能不能扶得住贪嗔痴慢疑我们在教育的过程这个贪嗔痴慢疑起现行了我们就不自爱了怎么爱人呢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掌握自己的未来
我们不管教育孩子还是教育学生，都是菩萨道场啊，让我们积功累德啊。我们控制不住情绪的，那这造的业就很大了，把下一代毁掉了。师长曾经讲习当中有提到一个故事了，就是堕十九层地狱的故事了。当时候我才20多岁啊，听到这个故事也是记忆深刻啊。我们从客观的因缘来看呢，我们成长的背景啊，都是经济啊高度开发的一个时代。我们也是万法原生呢，不只是孩子而已啊。我们得先自爱才能爱人，我们也得先自知啊，我们才能知人。我们对自己的因缘都看得稀里糊涂的，我们怎么去观察得清楚孩子学生的因缘呢？我们也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啊，我们有没有受功利的影响呢？我们自己从教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都要自己问清楚啊。我们面对教育的现况，我们提起的是义还是利益呢？这个差别太大了。提起义呀，仁义、道义，每个行业都有因敬之道义呀。念念为学生想啊，积功累德啊。还夹杂着考虑自己的利益、薪水、地位，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一念之间呢，天壤之别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啊，在教育界啊，甚至一次在我们弘扬正法的团体，还是扶不住名利财色。事实上啊，扶不住的人呢、很可怜呢、有积功累德的机缘，最后变成造三恶道的业，实在讲造的都是地狱业。师长教育我们看事情要有前后眼呢、有前后眼呢，就不容易着在相上。看到一些不妥当的现象，脾气起来了，那这个没有前后眼，这是我们性格当中啊，可能是嫉恶如仇啊，
这个嫉恶如仇啊，还是比较有正义感的。但是啊，这个心啊就不够清净啊，往生极乐世界会有障碍了。但是其实现在有正义感的人呢，都不算太多了。就顾自己的人呢，不容易有正义感了。见义啊，勇为。但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要自净其意啊，这个清净心也很重要了。我们面对不平的境界，我们还得要练心平气和，还得提起慈悲心呢。因为做这样事的人，他假如没有回头，他那个要堕到三恶道去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啊。好，所以修行的人不能嫉恶如仇啊，要在这个境界当中啊修慈悲心啊。所以多嗔众生慈悲观啊。佛教的五停心观，我们面对境界起的这些贪嗔痴，包含善乱，甚至于觉得好像修行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习气呀，这是有业障，说多障众生念佛观。看佛都给我们教的这么仔细呀，真的，我们要把这些话重视起来呀。我们现在要培养一种态度啊，听到每一句法呢，很珍惜，如瓶得宝。珍惜。不是挂在口上的，珍惜是什么？学了之后啊，马上依教奉行了，这叫珍惜了。多障众生念佛观，真的体会到佛陀慈悲啊！真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呢。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我们也得冷静了解啊，现在这个时代啊，业力甚大啊，众生的共业很大。我们得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欲何待乎啊？黄念祖老居士劝勉我们：善根发动啊，要及时行善呢，要积功累德啊，谨防业力发动啊。我们在听这些话的时候啊，要挚爱，要爱人呢、我要赶快自己善根发动啊，谨防自己业力发动。同样的，要护念学生善根发动。护念亲戚朋友善根发动啊，也要谨防学生，谨防亲戚朋友业力发动啊。
真的业力发动的时候啊，到时候都有点爱莫能助啊。现在善根发动了，哪怕啊这个人这个家庭啊他有他的关卡，他有他的劫难。大家有没有见过啊一个人从出生到寿终正寝了、啊、全部都是一帆风顺的人了、啊、有没有见过？我看是没见过。所以他那些关卡现前以前呢、啊、这个当父母的甚至当老师的帮他做很多功德事啊。这些都会削弱他的劫难。我们印光祖师很慈悲啊，都有提到这个部分。哦，就是劝勉呢，这个孩子呢，啊，我们看这个分论呢，啊，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前面是总论，后面是分论，我们翻到这个分论第十三。啊，首先呢，这个要跟大家忏悔啊，啊，因为这个天下太平之根本呢，这一本书啊，很早就知道了，啊，自己应该早一点呢，供养大家，跟大家一起共学呀、啊。这祖师真的很慈悲啊，讲的特别细致啊。我们看这个分论第十三，切为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啊！哦，真的，母活一百岁啊，长幼八十儿啊，啊，对子女的这种关怀无所不至啊！啊，尤其在哪里？展现呢，疾病的时候，患难的时候，真的会操碎的心呢、啊。哦，所以为疾病患难更为殷心呢、啊。所以小儿弗能言，弗就是才呀、啊，就才，哎，会讲话了。即教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即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哇，这个他那么小啊，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众生有这个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福慧增长啊，而且念的时候啊，佛光就铸造这个孩子了。一心观礼无量光寿如来世尊，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众生有缘遇是光者，称名即是遇光时啊！你称这句佛名，佛光铸造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念进修捷要啊，念到众生有缘遇是光者，希望谁遇到阿弥陀佛的佛光铸造啊。
啊，念着念着，我自己造就好了。哇，那这个太自私了，这样往生不了哦。往生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呀、啊，恶尘种不生哦，只想着自己了脱生死，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啊，三辈往生呢、啊，第24品啊，三辈都有同样八个字啊，发菩提心哦。一向专念了、哦，菩提心是大慈悲心的，垢灭善生，身意柔软呐、啊，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所以我们也见过，啊，这个孩子在胎里面呢，父母啊。啊，就是学佛的了。啊，这胎教呢，常常啊用念佛啊、念观世音菩萨给他做胎教。这生出来的孩子啊，不会乱吵啊，很静啊，很乖啊，他遇的缘不同啊。啊，所以这一句总在遇缘不同啊，我们得用心去体会啊。才懂得怎么护念自己啊，遇缘不同，那我每一天要接触什么，我要看什么，我要听什么啊，这就懂得自爱了，护念自己啊。无量寿经贤护等16正士，这个贤护啊，首先要会护自己啊。所以当信佛经与身呢、啊、我们不能接触佛法很多了，变成一种状态啊，囫囵吞枣。这一句佛法留在心中都有大用啊。总在遇缘不同啊，哎，这句话用在我们的当下，我们现在同时打开了应主的教诲啊，但纵使是同一个缘呢、啊，每个人的收获啊也不一样，哎，看我们自己啊珍惜的程度了。甚至于可能啊，我们要来一起讨论啊，应主的教诲了啊，我以前都看过了。哎，重点是哎，我以前看过了这一本书，改变了我多少？我依教奉行了多少，这个重要啊。啊，印光祖师啊有提到啊，真龙得一滴雨啊，可以遍于世界啊。一滴雨啊，哪怕真把一句印祖的教诲放心上了，他的人生开始改变了，他的家庭也会改变了。哦，比方说真的体会啊印主的苦口婆心了，啊，整部书看下来绝对有一个深的印象，家庭教育重要啊，小孩从小教重要啊，可能人生就会取舍了，少赚一些钱啊，多花时间护念
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可能夫妻就商量了，怎么调整一下啊？甚至于这个丈夫支持妻子啊，全身心照顾家庭，教育小孩啊，孝顺公婆。哇，我想啊，这一对夫妻这么抉择，必蒙中华民族的祖先呢加持他们。I promise， 我保证如此。为什么？因为陈德相信啊，中华民族的祖先呢有多爱护后代子孙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么爱护啊，他们想的方法才能传承五千年呢、啊。这种慈悲智慧啊，我们得感恩呐、啊！啊，发明了汉字文言文啊，全世界现在古文明当中唯一留下来的表意文字啊，那表音的啊，我们不说别的吧，英文呢、啊，莎士比亚留下来的东西啊，现在人就很难看懂了，那才离我们300年了，因为它是表音文字啊，啊，表意的话。我们又会文言文，可以直接跟孔子学习啊。你看300年前莎士比亚讲的看不懂了，可是我们中华儿女可以直接跟孔子学习，超越几千年的时空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人生呢，抉择重要啊，真的。我们这个天下太平这根本学下来呀、啊，我个人的感觉呀、啊，我们得呀、啊、放缓脚步啊，静下来好好思考了，因为印祖所讲的，离我们80-90年前呢、啊。隔离我们几代人啊，三代人呢、哎？他老人家讲的这三代人重视了吗？假如重视了，社会不会往下再堕落了。哎，呈现在承德教学生癌的客观状况，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我教学的现况啊。多久前呢？20年前呢？哇！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年轻的老师啊，真的对他们肃然起敬啊！啊，真是观世音菩萨！大家要知道啊。我好像听到一个调查，小学老师是得忧郁症的、啊、比较高的一个族群呢、啊。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情况，还跳下来教书啊，嗯，真的有地藏菩萨的精神啊，啊，因为这个菩萨表修德吧。好，所以四大菩萨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要照着他们学。第一个是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愿力宏深呢、啊。第二是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啊，平等慈悲一切学生呢、啊。哎，从孝亲尊师
延伸出来，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就是效法观世音菩萨了。哎，我们可不能只尊重自己的父母，尊重自己的老师就停在那里了，是从这里开发明德，开发性德啊，进一步观世音菩萨。慈悲一切众生呢、哎、在慈悲的过程呢，慈悲多祸害哦，方便出下流，要有智慧啊，要理智，悲智双运呢、所以我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最后呢，普贤王菩萨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而四大菩萨什么时候效法呢？当下。我们在家庭或者在学校礼敬诸佛啊，学生他有佛性啊，同人有佛性啊，自己在家庭里礼敬每个家人啊，怎么礼敬孩子啊？相信他能成佛啊！礼敬孩子呢，体现出来尽心尽力啊，护念他，护佛种性啊，常死不绝啊，心大悲啊，明有情啊，这个。明有情啊，考虑考虑啊，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以后要面对怎样的社会啊，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哇，好多需要教哦，争分夺秒啊，帮他扎德行的根啊，就像应主的苦口婆心一样了、我也曾经问大众啊，因为来的大部分呢都是有小孩的父母了，我跟他们提到，哎，你有把握啊，你的孩子不得癌症的，请举手。假如啊，我们真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啊，包含我们的学生呢，不得癌症呢，那现在就要把《黄帝内经》啊一些养生的观念呢，要交给下一代了。听说有一些地区啊，像我们肾学根之根呢。就有背中医的一些概念了，药性复啊，这要背啊，要引导他们了，五谷为养啊，要吃粮食啊，不要乱吃零食啊，把身体给弄坏了，先入为主啊，这要赶快教啊。哎，有把握啊，自己的孩子不会得忧郁症的，请举手。我一连呢问了他们几个问题。有把握你的孩子以后不离婚的，请举手。
有把握你的孩子可以把下一代教好的请举手。有把握他不会犯法的，有把握他不会铤而走险的。现在还要再加几个问题了。有把握他不会迷上电动玩具的请举手。有把握他不会吸毒的请举手啊。有把握他不会乱搞男女关系啊，不会陷在情欲的请举手啊。哎，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现况啊，我们对于教育自己的孩子跟学生得深谋远虑啊。当然我们首先啊要沉淀沉淀呢、啊、反观自己走过的人生呢、啊、我们汲取深刻的教训呢、啊、刻苦铭心呢、啊、我们去护念下一代会很恳切、啊、再来我们走过的错路啊才不会让下一代一样跟着走。所以当时候我在教书的时候啊，我不逼孩子的成绩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啊。哇，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啊，对分数逼得很紧啊。啊，我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考英文啊，考卷发下来100分啊，我很高兴啊。结果发完卷呢、啊、英文老师讲了，下一次考试啊退步一分打一下。哇，我本来从高兴当中啊马上变得很郁闷啊。啊，我第二次考了91分被打了9下。你看我印象多深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三年嘞。你说我不甘于吗？这个于啊有可能于了几十年。啊、哦。还要遇到佛法才能慢慢化掉，不然这个淤到最后情绪肝火上来了，可能还会影响到别人啊。哎呀，所以我们得停下脚步啊，沉淀沉淀我们的人生走过的路啦、啊。纵使遇到的情况啊再复杂，有佛法就有办法。共业中啊有别业，我们自己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哦。其实我们在面对境界啊，它能卡住我们了、啊，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了。面对境界的时候啊，信心不动摇，在境界当中啊，增长善根。因为性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信心没有动摇，遇到境界，那个经教自己就浮起来了。立誓练行，面对这些境缘
事情了，越来越有信心。嗯，佛法管用，传统文化管用，越练呢越能解行相应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应主说的，孩子刚会说话，教他念观世音菩萨。众生若有急难恐怖，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观音菩萨已经成就了，他发的愿随时都能兑现的啊。那孩子从小就懂得念，懂得观世音菩萨的愿力，他有什么好恐怖的？理得心安呢、哦、就像呢念无量寿经呢，其中有一句啊，对陈德来讲吃了一个定心丸。假使大火满三千呢，成佛威德悉能超啊。大火满三千，我看发生核子大战呢，也差不多是这样而已吧。哦，可能也比不上这个情况啦。但是成佛威德悉能超，啊，不担心了。最重要的，要提得起万德洪名啊。好，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黄念祖老居士说要善根发动，善根什么时候发动？啊，跟着念一句佛，善根就增长了；念一句观音，善根就增长了。看到父母的德行，善根就增长了。啊，听到父母好的教诲，善根就增长了。在整个家庭呢，和和的氛围，潜移默化当中，善根都在增长啊。所以古语有说啊，孔子家儿不是骂，不知道什么叫骂人。曾子家儿不是动。曾子家的小孩不知道什么叫打仗啊，争斗啊，不知道。真爱孩子的夫妻啊，不能争吵啊，那个对孩子的内心是很大的冲击啊。啊，甚至于我们还情绪化，都是你害的了，哇，那个可能会让孩子变成心结哦。哇，你是气化了，孩子可能当真了。你看，从那一天开始，他会怎么样？哎呀，什么都是我害的。这个孩子是没信心的，甚至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们真的心地要柔软了。啊，陈德啊，讲到这些部分呢，都觉得真的堂上二老是活佛啊，父母真的是孩子
最重要的护法，真是护法神啊。你说一个人人生过程当中会遇到多少财色名利的诱惑？有可能没遇过吗？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在那个境缘当中能够提起意，不是提起利，那跟家庭教育啊息息相关啊。所以那不是因为父母护念我们嘛，不然我们这一脚可能就踩错了。你看父母假如从小就教孩子啊会讲话了，就在那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哇，你看这个孩子必成此善力啊，必能祸消于未萌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解决问题难，都是业力发动的时候啊。四家族业力发动，佛陀也没办法。但是在四家族里面呢，假如很多年前听了啊，几十年前听了佛陀的话就依教奉行了，他可能这个劫难呢就化解掉了。那共业中有别业啊。是，业力发动的时候神通都抵不过业力哦，所以必须呀祸消于未萌啊。所以不要太在乎分数啦，那个跟孩子的幸福与否关系又不大。说实在的，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啊，他懂得孝顺啊，他自然就会好好学习的嘛。我们都是在知末当中解决问题，而且在知末当中呢又情绪化啊，又逼着孩子最后还让他厌学啊，只看到一年两年成绩不错最后变厌学，这有何意义啊。真的要看破放下啊。我当时候看到啊电视里报道啊，今天大学联考最后一天结束了，看到什么情境了？考生从三楼从四楼把书扔下来了。他不喜欢学习耶。好，他考上大学了，不喜欢学习，大学甚至出社会啊，那是最需要学习的时候啊。结果我们前面已经搞得他不喜欢学习了，只看到他上大学问题就解决了，有这么简单吗？我自己也念过大学啊，我看同学们喜欢学习的微乎其微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啊。上了大学没父母逼了，脱缰的野马，大学变成什么堕落的地方啊。师长说现在人被二郎神管了，豺狼色狼啊。孩子去大学以前这德行扎好了，免疫力够强啊，才不会这被现在这些风气影响啊。所以福
真与不知啊。他念着圣号啊，福慧增长啊。哦，所以啊，而官煞病苦等险难啊，可以无虑矣啊，化掉了。哦，烧之人事啊。哎，会讲话就赶快让他念圣号了。哎，稍微懂一点人事了，懂事了，即交以忠恕仁慈啊。大家思考看看呢，一个孩子时时忠恕仁慈存心呢，他什么时候在积功累德啊？福田心根呢？同样的，没有忠恕心，很自私，什么时候在损福报啊？在他动念之间呢，就在损福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到啊？啊，我自己就有观察，哇，福建的小孩啊，耳朵都挺大的，脸圆圆的，朱熹啊，到了他在宋朝的时候到了福建去，他有说此地古称佛国啊。所以这个福建呢，受佛教的教化影响很大。你看我们很熟悉的这些高僧，弘一大师，那包含我们台湾大家都认识的高僧广清老上啊，所以你看一个地区的风气啊，无形当中影响下一代。所以福建省的同胞们有责任了，不能白被这些祖先祖师疼了，打得挺啊，值得疼了，要带头啊，弘扬中华文化。我自己也观察台湾，我爷爷那一辈的，爸爸这一辈的，到我这一辈，再看下一辈，那个看起来呢，耳垂越来越小了。哦，我爷爷奶奶的耳垂特别大，所以我现在常常得拉的。哦，当然拉是着相了哈，啊，根本还从心地上。相由心生呢，真的福报在减损呐。哦，所以教孩子忠恕仁慈啊，戒杀放生。哎，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啊，都很感叹呢。假如小时候我们就懂得要戒杀，这真的不知道少造多少业啊。这真的是种在欲缘不同啊。我这个手上有快2公分的刀口啊。这个就是小时候爬到树上去玩金龟子啊，杀害生命啊，不小心啊掉下来，刚好底下有片玻璃片的，业报现前的。哇，你看，刚好在
两根大血管的中间，这个真的是冥冥中啊，这个祖先庇应啊，但是还是造了不少业啊。所以看到这个戒杀放生很感叹的 假如小时候就长辈带去放生了，我看我就少造不知道多少业了。所以看着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放生，我很感动啊。好啊，即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啊，必习以成性啊。真的知道三世因果了，哇，那我在青少年时期少造多少业啊，在儿时啊不敢残暴维系的从矣啊，甚至让他念过劝发菩提心文啊，菩萨关于蝼蚁啊，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常施利益啊，念报其恩啊。好，我们看小朋友从小学传统文化，看到昆虫给他三皈依啊，怎么忍心再去伤害呢？所以长而断不治，作奸作恶，为父母祖先之辱啊！不会侮辱祖先呢？德有伤，贻亲羞啊！他有羞耻心了。所以我们看了印光祖师多次提到，要教他。此之于人大矣，得之为圣贤呢，失之为禽兽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责任重大，劝勉弟子们学教员。我发这个心啊，我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自己的修身呢。不是大声疾呼啊，挽救世道人心最重要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所以都要是合力啊，我们要培养出传承文化的人才啊，不只是老师努力而已哦，更重要的父母啊。当然印光祖师这些教诲啊，不止父母要懂啊，当老师的也都要懂啊，天下太平之根本。我们列了一些纲要啊，抛砖引玉啊。所以啊，大家还是完整的把它看完，甚至也要多看几遍呢，印象啊才会深刻啊。好，我们看到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乃现，好，若不从此着手，则繁琐错字皆属枝末。这个遣词用句啊，我们得体会到啊，皆属枝末，就是通通都是本末倒置的教育了，舍本逐末了，徒劳无功。所以得从这里下手才行了。我们看呢，天下太平之根本分论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小儿从有知识时啊，就开始懂事了，
即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他明白五伦八德，明白伦理道德，耻于作恶啊，他有羞耻心了、啊。哎，接下来即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啊。他明白因果，不敢作恶，他有敬畏心。一个孩子有敬畏心，有羞耻心啊，他就不会堕落了，从根本呢、啊、来栽培他了。啊，所以令彼之自己之心，这个都很重要啊。假如还没教啊，现在赶快教啦，让他体会到自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啊，这个是真相啊！啊，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悉知悉见了。那还是起一个不好念头，哎呀，太丢脸了，太对不起佛菩萨了。所以如对明镜啊，哦，必呀、啊，啊，就像啊，他到了阴间了，啊，把他的恶拿出来，哇，充满了一间房子，我。才差不多40岁啊，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啊？啊，阴间官吏说了，一念不正即逝啊，不待犯也。哎，都有记录了，哦，都很清楚了。哦，所以实目所视啊。实所所指啊，其言乎啊，随时都有天地鬼神看着我们，无可逃避啊，啊，速可有所畏惧，速是差不多啊，就能够形成这种敬畏心了，命为良善也啊。这个假如他稍微5、6岁懂事了，就这么教他，这个孩子就浩然正气了。所以无论何人呢，即婢仆小儿，亦不许打骂。你有福报，但是也不能呢，不恭敬人呢。教以敬事尊长，卑以自牧啊，还懂得敬重尊长，又懂得谦卑啊，务须啊敬习自止，尊重圣人的教诲啊，爱惜五谷啊，不糟蹋粮食啊，啊，而且还爱惜衣服啊。一收一饭，当是来处不易啊！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呢、啊。我们看现在糟蹋多严重啊！可是不能怪小孩啊，我们去餐厅看看呢、啊，那倒掉的食物有多少啊？暴殄。天物啊！啊，其实真正爱惜粮食啊，什么时候学到的？啊，对我自己来讲啊，就是在爷爷奶奶啊，把东西呀、啊，剩掉的东西、剩的东西、啊、都不忍心扔了、啊，很。媳妇把它吃掉，
哎，米粒掉地上了，看爸爸把它捡起来吃掉。就从这些一点一滴里学到了。哦，以前我们有浪费太多粮食了，要忏悔。复习从矣，哦，还有禁止零食啊，哦，当然说实在的，那小孩长身体的时候确实很容易饿啊。哎呦，我们随时也要能体恤他们的状态啊，哦。啊，就像我自己当时候啊，去成功岭啊，四十几天。啊，当了四十几天兵啊，啊，去念大学的，啊，我印象很深呢，啊，我们三个同学，啊，去吃饭呢，啊，那个服务人员，啊，端了一锅饭过来，啊，你们要加饭吗？啊，我们三个人互相看一看啊。直接把他那一锅饭端过来了啊！哇，真能吃掉啊！哦，那长身体的时候，哦，那个饭量很吓人啊！哦，好，哦，所以我当时候教六年级的学生，有的身高都比我高了，那个都还在长呢。啊，尤其到十点了，肚子饿了，啊，这个台湾里人呢，有那个胚芽饼啊，没有加任何防腐剂的啊，这个我不是打广告啊，哦，因为要做这样的饼干也不简单了，我们也是随喜功德啊。哎，当说要做这个饼干也不简单啦。啊，去找这个啊工厂啊，那工厂的老板，不可能啊，这样的饼干做不出来的。哦，是那个发心的同修啊，一再劝，不然你做一次看看嘛。拗不过他了，做出来。哎，很好吃的。所以人现在啊，受到本来的那个惯性思考，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为什么做榜样很重要？连饼干都要有榜样。哎，所以很多地方可以行菩萨道，积功累德。哎，哦，把吃的东西。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啊，真的能把它做出来，都是功德无量啊，没有添加剂，所以禁止零食啊，免致受病啊。我看到这里啊，哎呀，我小时候假如少喝一些汽水就好了，啊，这个大夫一把脉，嗯，你的寒气怎么这么？汽水喝太多啊，到现在啊，都影响还在呢。啊，所以能如此教啊，大的决定贤善呐。啊，若小时任性惯，概不教训呢，大了不是庸流，变成匪类了。庸流就是很平庸了，匪类就是会干坏事了。此时后悔啊，了无所益啊。我们看现在大学生毕业了，不出去工作，在那里玩电动玩具，庸流啦。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一直在那打电动玩具的危害呀、啊！你看他关在那里都不出去晒太阳啊，也不活动啊，他的阳气就越来越弱了。那这些都电子产品啊，都有这些负面的能量呢。所以。要常带孩子出去大自然走走啊，把那个负面的能量啊、电要放掉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了，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哦，所以古语云呐、啊，“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啊，赶紧要教了。”真是自己要悟啊！印光祖师用这四个字啊，家庭教育因果报应是自己要悟啊！啊，以其习语性成啊，少承若天性啊，故当警之于时也。从胎教，从小教啊。所以天下之治乱，皆基于此啊！治乱的根基呀、啊，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印主啊，你看，老婆心切呀、啊，很慈悲啊，切勿以为老生愚谈呐、啊，无关紧要啊！哦，所以这个第一点呢，唤醒我们的使命感呢。哦，我们看第二点提到了，天下治乱之本在于匹夫匹妇啊，之能尽伦尽分与否。尤其是当父母的人呢，以身作则啊。另外。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呢。修身为本呢。而且这里，印光祖师讲了，所言敦伦敬分，这个对我们修学的人重要哦。敦伦敬分，贤协存诚呢。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啊，是可以当身成就的当机者哦。没有敦伦敬分，那每天都还在造业了。要当身成就，要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我们每天还不敦伦敬分，又在造新殃了。所以当身成就啊，要重视印光祖师啊，这16个字啊，敦伦敬分，贤协存诚，信愿念佛啊。求生净土啊！敦伦敬分，贤协存诚是助修啊，心愿念佛，求生净土是正修啊，正助双修啊。那敦伦敬分有具体的落实啊，就是。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哪里力行呢？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这五伦之间呢、我们看佛见到韦提希夫人他们家变故了，
孩子杀父害母啊。这韦提希夫人觉得这个世间不能住了，他问佛陀啊，这个宇宙间呢，他想用现在的话想移民啊，不想在这个世间呢。佛把整个虚空法界的国佛国度献给他看呢，他很有智慧啊，他选西方极乐世界。但佛跟他愿意求生呢，佛马上跟他讲，三世诸佛敬业正应。讲敬业三福哦。所以要当生成就啊，一定要落实敬业三福，尤其要做到第一福，因为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所以孝养父母啊，我们佛弟子要从这里落实啊，奉事师长，还有依教奉行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不修十善业，每天还在造十二业呢。所以我们遇到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哦，不能错过无量劫来积累的善根福德哦，这一生一定了要做大丈夫出轮回啊，不能再搞轮回了，轮回路险了。所以要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就要落实五伦八德啊。好，所以啊，祈勉我们呢，第三点大点，真佛弟子啊，须于伦常道理，必须格外认真呢、啊，敬仪敬分呢、啊。说实在的，没有应主啊，没有师长啊，我们学大乘佛法真的不够重视自己的本分呢、啊。记得当时候师长强调啊，学弟子规、我有遇到不少同修啊，都会觉得我学的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这个是小孩学的啦，不够重视了。师长老人家亲自写的顶礼啊，希望大家来学弟子规。大家一看师长这么写，不敢不去了，不然也是不够重视啊。其实你看印光祖师就已经在大声疾呼了，所以真的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听懂祖师的话，听懂师长的话哦。诸位同道，我们不要觉得，我播经机每天拿在手上啊，我每天都听师长讲经啊，每天听不代表听懂啦，懂的那个就变成自己的生活工作主事代人了。所以阿弥陀这一经这一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听懂师长的话，听懂祖师的话。所以印光祖师这一本天下太平之根本，善根不够啊，
会不珍惜哦。福德不够啊，不会照着做哦。所以真听祖师言呢，真听老人言呢，幸福在眼前呢。啊，这个幸福不只是这一生家庭的幸福啊，甚至一世生生世世啊，你们一家人都在极乐世界聚会了。啊，所谓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啊，清眷永团聚啊，法界逍遥游啊，这个是啊，一家人呢、啊、最圆满的归宿了。好，也成为家人呢、啊，这过去生缘很深呢、啊。哦，那父母啊，这个爱子女的这个情爱啊，怎么转成理智的？力量啊，理智的智慧啊，来护念小孩啊，这个应主都有教啊。好，我们先跟着啊这个纲领啊，再来跟大家一起啊深入来探讨啊。啊，真佛弟子啊，要重视敦伦敬分，因为啊要做表率啊，不然会破坏佛门的形象啊。所以倘于伦常有切劝呢、啊，便难以感化同人呢、啊，不止感化不了啊，还让人家产生误解了、啊。好，我都有遇过啊。很愿意捐钱呢、啊、给佛门呢、啊、可是自己的员工的薪水啊很抠啊，你说他的员工会怎么想啊？这个学佛的这沽名钓誉了，哇，人家一看到他，哎呀，大护法大善人呢、啊，哇，他的员工听了，哎呀，不认可。哎，他的员工也有嘴巴呢，会怎么样？哎呀，那学佛的都是好名的。所以啊，我们不能这个给佛菩萨脸上抹黑啊，军人成忠啊。我们这个爱心首先由近而远啊，这是因缘不同啊，由亲而疏啊，不然我们这个五伦都表错法了，流弊很大啊。我都有听过一个讲课的老师，女老师啊，她常常出去讲课，她婆婆生气了，都给人家出去讲孝道，也不煮饭给我吃。你说这个啊，被陈德听到，保证都不知道传几个人啊，我听到的都不是第一手资料啊。啊、哦，我印象很深呢。06年见到一个幼儿园园长啊，
他跟我讲啊，他当地有一个幼儿园园长啊，常常都到呢那个千年的道场去做义工。他说到那个道场去做有功德啦。然后自己的幼儿园呢没有用心照顾好啊。这是一个教育局局长跟我讲的。你说这一件事都传了多少人啊？他不知道啊，最大的功德就在把他园里这些小朋友教好，教好一个，那个功德就不好算了。哦，所以我们那一次我们在双溪小组大家一起探讨传统文化。我们见到这个张园长颇感欣慰一个幼儿园园长好好护念小孩，这些小孩的祖先都在保佑你的幼儿园啊。I promise。为什么？他的家族兴衰就在这里啦。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不止人会同啊，司法界都是相通的了，这些理都是相通的了。哦，所以学传统，哎，弘扬传统文化的人，不要说，哎呀，走这条路很孤独，哎，可能呢，你会突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我们常常陪你呢。你怎么说孤独啊？所以这进修捷要第31拜，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所以诸位老师啊。当然了，每一天能够进修捷要做一次最好了啊。再来呢，你要进教室以前还是上了讲台还没有开始授课心里把这一拜默念一下，这一念呢，请到的佛菩萨跟护法神无量无边的。所以佛菩萨同体大悲要相信这个真相就不会觉得孤独了那应主祈勉我们，我们在家修学，即熟修真现居士身而说法者。说实在的，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请问现在人的苦恼在哪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现在我觉得这一句还不够形容。现在是。人有心有千千结你现在对一切要学佛的大众，先讲什么？先讲敦伦敬分呐，先把他伦常里面的困惑，你可以把它解开来啊。你这些都给他解不开，他会觉得佛法管用吗？他会觉得，这个事很好，这个跟我临终有关系，跟现在有没有关？我遇到很多亲戚朋友佛法很好我50岁再来学，有这种观念的人不在少数哦，因为他没有看到人家把佛法用在现在，假如有人给他表演。
他铁定当下就学了，因为他就面对这些问题啊，面对这些困扰啊，所以现居士身而说法，己利利人呢，自利利人。我也有遇过同仁啊，很想出家，我就跟他说了，首先我要问他，你为什么想出家？不能是逃避家庭哦。哎，那出家是喝淡如来家也，可不是去避难的哦。哎，那饭不好吃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出家。再来哦。你一发愿了，不能强求姻缘。发了愿，佛菩萨安排，你强求啊，你会生烦恼的哦。哎，这个师长做得很好的示范了啊。师长跟着张家大师学，他就发这个愿了，学释迦牟尼佛。哎，结果姻缘成熟的时候啊，推都推不掉。人家九次找他，大家注意哦，这个是60多年前了。这个出家人呢，住在北部啊，好像很短的时间呢，去了台中9次啊，这么诚恳呢、啊。哦，师长啊，去请教自己的老师了，李炳南老师了。看，你发了愿了，佛菩萨自有安排，你推都推不掉啊。因为我们出家，毕竟我们不是从小学的，我们也得找一个好的环境啊，还要有一个好的指导老师啊，有这些因缘配套啊。可不能太激动啊！啊，出了小家，入了大家，到时候是非人我更多啊，那就很遗憾了。那我也提醒他了。我说，你假如说你出家是为了代佛说法，那你要安住当下，现在就是很好的锻炼。你自己在家的时候，这五伦关系都处不好，出了家，你就能把五伦关系给人家讲清楚啊，给人家护念好啊，有这个可能吗？所以啊，任何重要的决定啊，都不能是一时激动的。甚至于啊，缘分都要让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啊。强摘的瓜不甜啊，强求的因缘呢、啊，可能后面会有很多烦恼产生呢、啊。所以阿难尊者啊，做了7个梦啊，其中有一个梦也是预言，末法时期啊，居士说法会不少啊。好，那诸位同道啊，当今之事啊，舍我其谁啊？哎，大家可不要觉得这个阿难做梦跟自己没关系啊。这个都是
配合佛陀来教化，都是眼来提醒我们的哦。好，我们假如觉得跟我们没关系，哇，这个七十二贤这摇头了，我们都是表演来启发你们的，你们都不用心看，要看懂真子啊，看懂子路啊，看懂懒求啊，看懂阿难啊，尊者。阿难尊者七个梦，有一个是须弥山在他的顶上啊，他拖着不觉得重啊。这个梦也是在启示我们啊，要沉船文化，重责大任，但是不觉得重，身心要放松啊，不要觉得重啊。师长教导我们，佛菩萨祖先承担啊，我把心用对就好了。那就护好自己的心嘛，又不是很复杂，心护好了，一言一行都对了，一言一行对了，家人也好，学生也好，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当然了，我们也要有正确的心理建设哦。现在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啊，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用我们的耐心去带动家长，带动相关的人，一起有耐心啊来面对，大家心都用对了，这个情况就慢慢改善了。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不可能。哦，佛法是圆满的，不可能不能解决。哪怕他眼看着就要下地狱的，都能解决。阿舍四王杀父害母，眼看要堕地狱了，最后呢，佛让他念阿弥陀佛，他去做佛了，上品众生，连地狱业报都现前，都还能解决呢。现在啊，有肯解决的心啊，都不会嫌晚。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放下错误的想法看法，能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都可以立地扭转乾坤啊，就怕我们不听不肯照做而已啊。我们首先要对传统文化对佛法有这个信心哦。我们看第四点呢，家庭教育啊，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啊，它底下啊，第一点，天下人才啊，必从家庭中出啊，这必然的。家庭有善教，自然子女皆贤善。家庭无善教啊，子女之有天资者，他本来天赋挺好的哦，习为狂妄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慎之又慎啊。你生到天资好的儿女啊，没有教好啊，他会造很多的业啊。我们父母有责任哦，有罪过哦。所以印光祖师讲，成家的佛弟子最大的功德，把下一代教好。
他会遇到多少的人啊，他会经手多少的事啊，你把他教好了，这些人都得利益了，这功德很难算哦。没把他教好，他会伤害多少人，他会障碍多少事啊。这一点呢，我们文化的衰败啊，就是因为啊，比方民国初年呢，有一些学传统文化的呢，他喊出什么废经废伦呢，才华很高哦，我们有引以为戒的吗？这都是走过来的历史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总论呢、我们翻开天下太平之根本第三页，这个总论呢，应祖一开始就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啊。而母教啊，乃是啊贤才未起，天下太平之根本啊，不于此讲求啊，自何可得乎啊？不可能的了，只会越来越乱呢、啊，不可能大治的。而家庭母教而。母教啊，第一是胎教啊，胎教乃教于啊秉直之初啊，这个生命一开始，他在胎中啊就在受教育了啊，所以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啊。为臣为景啊，一举一动不失于正。由于啊永断心昏，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死啊必安乐无苦啊，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资聪明啊，这样的孩子我见过，见的时候啊印象深刻，那个眼睛啊很亮啊，他的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你都可以感觉他那个气质就是啊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很明显的、接着应祖讲了他稍微懂事一点的，教他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啊，有敬畏心啊，还让他念佛念观音，增福增寿啊，免灾免难啊，不许说谎话说是非啊、不许呀、打人骂人，不许糟蹋自己五谷，不能糟蹋一切东西、不许乱吃食物啊，刚刚我们都提过了啊，不许与同里群儿俱戏，就是这些等于是品行不端正的啊、不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因为小孩很小。真的哦，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一日有余啊。哦，不要说小孩了，自己就很有感觉。来念初中，哇，那个氛围啊，讲脏话，你不知不觉就开始讲了。
哎，在家里面呢，一句也不会讲啊，哎，受影响了，会讲了，好怪呀、啊，那都是初中生了呢，要更何况是五六岁的孩子，所以稍长啊，即令熟读《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字文》《观帝觉世经》啊。啊，让他知道啊，有法，有所施法，以这个为标准来效法，有所境界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一一为其略说大意呀、啊，以为后来读书受益之前导。这都是基础哦，啊，幼时能打这样的根基了，越读书越贤善，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光宗耀祖也啊。真的，这样的孩子曾得遇过，现在在学校里、团体里、啊、同学们看到他都以他为榜样、哦、当下就在光宗耀祖、积功累德。否则没有这些基础啊，任性娇惯，养成败类啊，纵有天资啊，亦不知读书为学圣贤，不懂这个道理。则读的书越多越坏，所以啊，教有天资的孩子责任更重大、啊。古今啊，这个不是古而已哦，今也是哦。大奸大恶之人，皆是有好天资、大作用之人，只因他的父母。先生均不知教学圣贤，他的父母老师不是以教他成圣贤为目标了，不是教他要躬行实践，只令学文字，哎，多背一些书，哦，好写文章啊，好写论文啊，为应试谋利禄之具。哇，你好好读书啊，你以后可以当教授啊，啊，你可以啊有很高的位置啊，把这个为目标了。哎呀，我读到这里啊，后背都发凉啊。啊，我自己成长的一种感觉，读书干什么？以后薪水好啊！啊，要选科系了，选哪个科系啊？赚最多钱的那个科系。整个社会都是这种氛围，我们怎么培养出圣贤啊？我们只能求共业中怎么样有别业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省思啊，这几代人走过来的路啊。所以父母老师这么教了，其治世之下劣已到极底啊。所以这样的孩子很有学识，很有才能，最后呢，至于演出废经废伦呐、啊。民国时期的情况，真臣真谛啊，互相残杀，这恶剧啊，哎，此种祸乱，皆比父母先生不知教子女之道所致哦。
这才是根本问题哦。我们在那里感叹这些人造的业啊，我们不知道根本原因在哪，还是不能解决。这里提醒了我们当父母的，尤其修行的父母啊，这一点要注意了。自己纵无大恶啊，而坏乱世道人心之罪，当与彼子弟同受恶报于永劫矣啊。这些话我们都不可以划过去啊。孩子教不好，自己也有罪过啊。哦，所以这一句啊，有天知啊，你不好好教会变成狂妄啊，不得不慎啊。无天知者啊，会狭愚玩恶啊。啊，他没有天知呢，但是呢，他变成邪恶了，变成行尸走肉了，只知吃喝玩乐。现在这样的人还不到，不竟不是少数哦。我不说别人了，我们没有遇到师长以前呢，一有时间呢，也是想怎么玩呢？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啊，这个啊，玩也是玩劣了，啊，玩世不恭了。现在真的哦，不算有什么才能呢、啊，但是对人也都不恭敬哦，对长辈也是不恭敬哦，谁也都不理呀、啊。哦，他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呀、啊。父母能认知到啊，我之前没好好身教言教教他。父母自己忏悔，忏悔业障是菩提心哦，那个真心会流出来哦。你的孩子纵使已经十几岁、二十几岁了，人的真诚心现前呢，会感动孩子的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呀、啊。应主提醒啊，没好好教啊，天知有天知跟没天知的两者皆为国家社会之蠹了，变成蠹虫了，对这个社会都有害了。好，所以不能教孩子只想的给他念大学呀、啊，以后有工作可以养家糊口啊，定这种目标啊，铁定误了小孩的。因为他只有自己的利益嘛，他怎么去为别人想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善教他们了，这不能怪他们了。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好，所以子弟之臣唯在家教啊。啊，凡属子女啊，必须从幼教矣。啊，从小教啊，孝悌忠信，勤俭温恭。这个勤劳节俭都很关键哦。现在孩子啊，很没有信心呢、啊，跟没有做家务啊，很有关系。因为他到一个地方啊，这些东西他都帮不上忙，不会做，干在那里看。你说他会很有信心吗？
要让孩子多承担多锻炼，他又有能力又有责任心。所以古人以前栽培孩子叫耕读啊，有道理的，每天窝着看书啊，血气都不通啊，身体不好，都有劳作啊，而且耕作的时候啊，都是在太阳下动生阳啊，照太阳也生阳啊，不然会缺维他命 D 啊。他在动的时候，为什么？我帮我的父母啊多分担一点，善生养，孝生养啊，这个正气凛然啊，要劳作啊，啊，这个我们啊有一位王老师。他很用心教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尽量减少这个社会的污染，让他的孩子多锻炼，只要孩子能做的他都放手给孩子做，所以家里的房子都是跟孩子一起盖的。然后呢，孩子会开车了，让孩子自己去送货啊，当然了，是孩子自己主动要分担的哦。啊，他自己讲啊，第一次让孩子呢自己也是提心吊胆。哦，好，放心，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说我们在护念孩子成长过程呢，你还是要放手给他做的。你都一直担心担心，什么事都不敢让他做，最后他的能力都没有培养起来了。啊，他说啊，那个孩子呢，自己开车送货送完回来，啊，那个脸上充满洋溢，喜悦呀。哎，我可以呢，哎，我帮得上父母的忙啊，那种快乐钱买不到的。哎，结果啊，他孩子还不到20岁啊，啊，因为移民到海外啊，啊，很多这些朋友啊，都是企业主啊，都是开公司的，啊，就跟他讲啊，你的孩子啊，这个啊，假如读完书了。到我公司来啊，我让他做，这个 manager 啊，他为什么呢？你的孩子啊送货过来，那个货都摆得整整齐齐的，我的观察他已经可以做 manager 了。哎，人家这个朋友啊，当老板的有眼光啊，就看得出来啦。你说你这么培养孩子，你还担心他傻？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代啊，领导者啊，找人才找的白头发都出来了，不好找啊。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啊，你要找到可靠的人，铁定他是懂孝道的。哦，所以其实啊，越难的时代啊，越能彰显传统文化的价值啊。嗯，哦，所以看到这里说，勤啊，勤劳劳动啊，重要啊，温工啊。哦，我相信他的孩子出去送货的时候，对每一个人很恭敬啊。人家都看在眼里啊，哦，自其长而入学读书啊，方有受益之机啊。这个机这个字啊，
在应主这一篇书的教诲里出现多次了，根基重要啊。所以家家夫妇啊，皆知道义啊，给予因果啊，敦本众伦，躬行不渝啊。这个就是父母长辈都以身作则了，则所生子女啊，习见习闻啊，每天看着我们呢、啊，潜移默化，如水入气呀、啊，如经就行啊。这个金属入了模子了，就是变成那个形状了。所以其性情自成贤善了。所以一定啊可以培养成才。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大众请合掌。一切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哦，不为礼。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哦，免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好好休息啊，好，动一动啊，好。